接着下来，这堂课呢是大礼拜，那它当然有点难度，但是它不只是难，它其实是要训练你的觉照力，训练你的呼吸，训练你的呼吸跟你身体的互动，啊，所以它其实身口意一起在动，那你若不动啊，就没有锁缘境，你若不动就不能呼吸啊，就是透过那个呼吸本来就动了，风就是飘动的东西气啊，你可以用你的意念引导你的呼吸，引导你的呼吸到什么地方，走哪一条路。那刚开始你会觉得哎，可以吗？你好好去修就果然是可以。包括我们你说 念头有没有力量，这是 我个人的经验哈。你念头训练到一段，尤其闭关三天四天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念头定在放在哪里，那里就发热，真的，你去摸是热的哦。你念头在那个地方，你去触看看，刚开始你会有热的感觉，然后去摸，果然旁边是凉的，你意念停的地方是热的。我们的念力不可思议啊！你可以想一想，你可以72亿佛土你都到得了，你看你的念力有多大啊！你若都不训练念力啊，72亿国土怎么去啊？啊，那所以，我们为什么要上功下施？其实就在训练你的念力的开阔性跟力度啊，你慢慢可以训练出来。啊，果然我的心动，不是只有心动，那个念力怎么念啊？啊，比如说，这也是我过去的经验了。那个只是讲经验，不是提当人勇，就是有那么一种经验。其实，有时候你在早上修做功课的时候，你去想你想要回向的人，把他想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去加持他，他可以受用。那个所谓受用，就可能梦到什么的佛菩萨在加持他还是什么。那事实上，所以很多那个能量，你若真的展现出来，本来能量就有那个功德力吧，啊，就有力量的。所以我们修行修半天，如果专注在专门训练你的念力，久而久之，你那念力一定会很强，啊，首先就我们为什么念力不强？因为昏沉散乱。我们打个比喻，你手掌很有力量嘛。你去拍纸或者拍什么，你这个这样下去没有用，同样这么大的力量，但是当你把它变成一点的时候下去，同样是出那么大的力，那攻击性为什么那么大？它把整个力量都集中在那一点，所以下去当然就破掉了。而我们念力也是一样，我刚刚讲说调局就分散了嘛，昏沉就没有力量了。而我们修行修止观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两个吧，一个调局吧散乱，一个昏沉没有力量啊。你慢慢的哎，不昏沉了，不调局了，这时候你就想那个念力有多强，因为被分散掉的都不见了嘛，影响你的都不见了，阻碍你的都不见了，你说它有多强？不可思议。你越训练就发觉越来越强。那同样你要让你的身体健康，只是在那边做运动吗？当然做运动也可以，但是 不全然啦、不尽然啦，就好像我们常常讲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他没有在训练他的身体的同时训练他的脑力，训练他的念力。那我们这个大礼拜又称为内观大礼拜，就特别强调你每一个动作觉照呼吸都要跟着到，把你的身体的动作跟呼吸跟觉照打成一片，
互相支援，互相相辅相成，那久而久之，那不通了就会通嘛，没有力了就变成有力量嘛，我们身体都会退化吧，都会慢慢的退化，但是你如果天天有在修，可以减少减缓它的退化，甚至有时候不是退化，越来越强了。年纪越大，经验越多越丰富，然后训练越足够，越来越强了，不是越来越那个真正有修行的，到最后生死自在的。那我们现在就修到一半的会，你那个修行的功德力若慢慢的递减了以后，到最后显现出来的是过失相，不是功德相，因为功德慢慢被你耗掉了。那真正的修行就是在对付那些业障嘛，你随时都在消业障啊，当然业障就越来越小，年纪越大越少业障，不是年纪越大业障越多啊，那是凡夫啊。真正有修行是年纪越大越没有业障啊。所以你说即使要到弘光化身或者是坐着就坐化，那个没有很大的定力怎么可能啊？那到最后我们大部分就四肢无力啊，头脑慢慢就昏沉啊，慢慢就退化了，那到最后当然就显现不出那个修持的功德力吧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我们现在就在养成你那个对的习惯，就每一个当下都保持觉照，每一个当下觉照遍及全身。你如果随时都做这样的训练，我相信应该一般人会有的障碍在你身上可能没有，对，若有也是比较弱的。这个叫修行啊，修行就是用道来转业啊，修半天抵不过业力，那修行就不够啊，修行的功德力不够了啊。所以我相信，因为我们的法王啊，敦珠法王，他也是到最后就是弘光了啊。当然他的所谓弘光，他是把身体变成一咒，现在他的这个弘光身是在那个尼泊尔他的一个寺庙里面啊，就是一咒大小啊，那么大啊变成那么小，为什么能这个样子？所以修行的层次啊，功力啊，那个满地清开了啊。如果我们自满，觉得我修得多好，那个其实显现不出好的功德力了。必须随时觉得自己都还不够好，你就会表现出好的了。因为你觉得不够好，是比别人已经好很多啊，已经好了一大截嘛。啊，你若觉得好啊，赢人家也没有多少，那后来就赶上你了，甚至超过你啊。所以修行绝对不能自满。啊，那什么叫自满？以为这样够了。什么叫觉照？它是什么？你知道它是什么啊？所以保持觉照，事做对事，提起正念，行正行，说正语的保证。你如果没有保持觉照，那个业力习气一来，脾气一来，情绪一来，就通通没有了啊。但是你若保持觉照，你会很快看到你的习气业力又在那边准备爆发了啊。那你看到他就不能得逞了，就是也没有看到他，等他出来你挡不住了啊。所以这个慢慢保持觉照，就会把我们身口意不如理的部分很容易就看到，因为我们本来有佛性嘛，本来有如来藏嘛，本来有本觉吧，怎么会看不到它呢？是因为你不用它，你不用它，它当然也没有责任了。它因为它什么都不是，哪有什么责任？但是你若想我本来就记住觉照，本来就有本觉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做对是应该的。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啊，你就保持那个觉照，所有业力不是不出现，
所有业力都动不了你。我们会被业力转，就是没有觉照，我又出现了，我出现当然就被我的习气转了。保持觉照就是无我，谁被转了？谁能转？要转什么？好，大礼拜啊，我们现在就请那个苏丽，虽然很多人都会拜，但是还是要天天回去拜。就我刚刚把那重点都讲了嘛，重点是你的觉照力跟你的呼吸跟你的身体的互动，把它弄得清清楚楚啊。它呼吸到哪边，你觉照到哪边，清楚的到那个地方。一方面可以用你的觉照引导你的呼吸啊，那二方面呢，可以利用你的呼吸来安住你的觉照，就作为所缘境了。好，首先就两脚一定要并拢啊，两脚要并拢。这我们传这个法的那个仁波车说，两脚并拢就关闭地狱之门。就那一天送我灵储那个仁波车啊，我那时候问他嘛，我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嘛哈，他说这个就把地狱的门关起来，不往下面去啊。所以然后接着呢。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身体最集中，所以踮脚起来的时候那个平衡感那个集中力才能够发挥出来。那我们礼佛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咒语就 Om Sava Tathagata， Sava 就一切如来，然后我用我的 Gaya Vaga Chitta 我的身口意，然后呢 Bada Bandhanam，巴达就是脚，礼佛足，班达那么就顶礼，嘎罗密，请你接纳我，加持我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我们就先做一下，先做一个一般我们讲的大礼拜，就下去以后，然后就上来啊。先不要做那个东西哈，我们就做大礼拜，对，吸气，然后整个佛光普照，一直到你的脚尖。然后再退回来，再回向给佛菩萨。就这时候要关照，你气到哪边，就不是只有在身体里面哦，包括他气光从哪边来，从佛菩萨那边来，进了我以后变成气啊，气同时也是光，然后净化了全身，到最后我们把里面的浊气都排出去啊，就这样子啊，好。然后撑起来就弹上来啊，对，对，啊，这个就一般的简单的大礼拜啊，简单的大礼拜也可以，拜得很有节奏，就下去的时候，噗就出去了，好像都没有障碍，起来的时候，噗就一下子就起来，就全身充满着弹力的那种感觉啊，那个是怎么来的？其实也是我们身口意。不断的集中，不断的训练，找到了最恰当的实力点，啊，最好的方式，哎，轻轻一弹就起来。有些人说，哎，很难上来，一方面是腰没力，腰没力可以靠手辅助啊，所以你起来的时候，手尽量往里面撑，不要太前面，太前面你起来可能就要爬回来。你要往里面撑，轻轻一推就起来。再请他示范一次哈。好，南无萨瓦达他嘎达，嘎呀瓦嘎七达，巴达班达南，嘎罗米。你可以慢慢的念，慢慢的顶礼，融进去哈。好。吸气然后吐气，你看他吸气的时候是全身动的哦，就代表气到什么地方，他念到什么地方，他会真的就这个很强的力，就是佛菩萨的加持的力量，他就把他身体全部扫一遍啊，不是只有在那边做动作啦，一定要保持觉照，保持观想啊。好，然后起来啊，尽量
对对，尽量往里面推。还有上来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腰哈，腰尽量的往下压，就经过这样的那个我们的背肌就不会退化，而且会越来越强。还有我们的脊椎，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就颈椎嘛，胸椎、腰椎吧。那所以我们做大礼拜，你如果都做得很顺，天天做的话，颈椎跟腰椎都不会退化，那胸椎更不会，因为这一撑，就不会驼背嘛。所以很多修行修一段时间以后，看起来都驼背的，坐下来静坐也是驼背的，那个都有问题，坐久了会出问题，一定不能驼背啊！你看，一个人坐得好不好，你看过去就知道，那个姿势一出来就充满了力能，那力量跟能量，那看起来就很舒服啊，看起来就一副衰衰的样子，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学佛怎么可以学成那个样子？学佛一定要学充满的阳光，充满的能量。好，接着我们就来讲一个一个，慢慢的讲分解动作啊。好，一样，慢慢的来哈，上去，吸满，停在那边，好，停着，定一下。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这整个气上通天堂，下通地狱，整个就定在那边哈。好，接着下来。嘎亚就是结佛部印，佛部印就是把大拇指按到无名指，然后合在这个地方。嘎亚，哇嘎就莲花印，八瓣莲花。那七打就有两个相差，金刚手印在心，然后慢慢下去，慢慢俯身，然后俯身的时候顺便吸气，吸气成丹田，然后闭气。那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往前，这时候都闭气，手伸出去的时候才呼气，才呼气。好，然后右脸贴，然后屁股就扭到左边去，这个是把你的太阳穴按摩，因为这边关乎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都有关系，所以这边一定要让它活络。好，然后换另外一边。你可以左右叉叉，上下叉叉，再左右叉叉，反正就是要把这边，然后呢有点闭气哈，用力量用在你的太阳穴，它会凸出来，凸出来按摩起来比较有感觉啊。然后就开始这个伸展的姿势哈。其实很舒服，就把两个，尤其那个脊椎侧弯呐、啊，啊，两边那个不平衡啦、啊，身体扭一边歪一边，用这个慢慢把它拉开。有时候你在做的时候，啪一下，那个就是把它拉开了，它到对的位置上了。所以做这个姿势很舒服，而且这样转的时候，那个我们说胸腔也可以扩胸，整个就把它拉开来，啊。顺时钟逆时钟转好，接着下来，其实我们有几个穴位哈，你可以用你的这个太阳穴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凸出来的地方，软捏这个手腕的地方，还有手腕中间的地方，这边有一个穴，你按下去酸酸的啊，按下去酸酸，你再把它揉开，然后上背呢，它现在就在揉上背啊，揉上背。我然后用个啪啪啪啪啪，那个其实都是在慢慢把那个什么粘连呐、啊、哈，慢慢把它拉开啊。好，换另外一边，尽量伸展啊，尽量伸展腰啦、大腿啦，整个把它拉开啊。随时保持那个觉照，然后让那个。动作在动的时候，让你感觉到，哎，所有东西它都在动，而且清清楚楚的在动，哪边在变化，哪边被绑住了，哪边还酸酸的，就要想办法把它除掉啊。那手跟脚都要按摩啊，
手跟脚，手慢慢的我们也会退化。好，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的胸部，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心肌梗塞，所以这样子动，你会按摩到那个胸两边的这个地方会按摩到，会很清楚的按摩到。但女性因为比较厚，我就不晓得能不能碰到，但我在拜的时候都会这个地方。以前有一段时间在弄的时候会咔咔咔，就那边有点、啊、最近都不会有了，就不会有声音了，可见那个阻碍可能拿掉了，我们要自己加持自己了。好，再吸气哈，吸气观想的光从你的面门一直穿透你的身体，一直到脚尖，然后从后脚背，然后到你的臀部、你的腰、你的背、你的，然后手下来的时候轻轻下来，轻轻下来的时候手要张开，去好像轻轻的碰触的阿弥陀佛的脚背啊，或者他的莲座，就有点那种感觉。那如果说你很投入的时候，真的有时候明明前面没有什么，好像你摸到东西了，这会有的。真正的就哎，好像真的摸到佛的脚啊啊，那下巴拉出来啊，下巴拉出来，那转一下，然后到那边。好，接着这个呢，怎么观想呢？就吸气从左鼻口，他先从右鼻口吸气。啊，转到右脚，左脚的脚底，然后再顺圆道出来，从右鼻孔，然后接着从左鼻孔吸气，然后穿到右脚，啊，可以做，再做一遍哈，你慢慢的去感觉那个呼吸跟你身体的互动，还有更难得的是你的呼吸跟佛的互动。你吸进来的时候是从佛那边放出来的光啊，那加持力就更大。随时要把我们跟佛联系在一起，你心中随时都有佛，你的呼吸连呼吸都跟佛有关，这样久而久之就越来越进化了啊。好，然后做完以后就这个就动作比较放松，那这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膝盖。那个脚头弯啊，会靠来靠来，都要招来招去，这个无形中它就不会退化，比较不会钙化了。到时候还要换那个什么膝盖啊，什么，都不需要。我到现在为止检查的东西都没有红色的。啊，撑起来。然后左右看看，然后再往后。其实这个是在拉开我们这个肝经加筋，尽量的，刚开始是近一点，是拉胸，然后再往后往高一点点，其实是拉腹部，再往后拉就变成来拉那个肝经的筋，所以。这个动作你可以就停在那边看你要怎么去动你的前半部，这些紧紧的尽量把它松掉啊。接着那个两个膝盖要拉开，这样才拜得下去，才不会抵住啊。好，做深呼吸，深呼吸一定你看他的背哦，你看他你有没有看他鼓起来，整个鼓起来，一定要气要到啊！那个全部用跟打气球一样，那个气进去，撑开你所有的那个锁住的地方，已经暗暗的时候，再一定要拉开啊，然后再放松哈、啊，再往回收，放在两个膝盖旁边。你看他的颈部哈，颈部要到了，就贴着你的胸，左右转，
可以贴在你胸口，因为做这个姿势的时候，做这种动作很舒服。嗯，本来有转头啊，那有些人说转的头晕，转向的会很不舒服，所以我们就不转头，就只有左右摆就好，轻轻的摆，轻轻的拉啊。嗯，好，好，接下来放在你的那个你的属膝部那个地方哈，啊，全身动一动，晃一晃，然后啊就开始，你可以按着比较外缘啊压下去的时候，刚好是大腿的我这大半筋，我好像捏肌，哎，用这个拉给扭去啊，对，啊，往右后方看，这时候眼睛要用力。就气透过你的眼睛，然后要穿透你所要看的镜，因为这样可以训练你的眼睛比较不会退化，比较不会退化，那个白内障还是甚至那个什么黄斑部啦、脱落啦什么那些，其实你如果天天做这样，就可以那边充满着阳，充满着能量，它就比较不会退化。啊，这个可以转个两三次，嗯，左右看，就尽量让你的眼睛甚至有点酸都没有关系，要尽量呢训练你的那个眼球旁边的肌肉，啊，然后气瞪过去，啊，用力的瞪，啊，不是真的要瞪它，是用力要去到那个地方，跟射箭一样，嗯，好，然后接着呢这个就是内转。内转，转里面的东西，按转，顺时钟七下，逆时钟七下，顺时钟七下，逆时钟七下，这个可以这样转。当然是看你的呼气的长短了，也不一定要固定，一定要转几次。你可以闭气，要闭气才好，不要呼吸哦，就闭起气来，然后提纲，然后就开始转。能转几圈就转几圈，那转差不多就逆时钟转，对，这样肠胃啊比较不会有阻塞。嗯，这个一动的话，那个胰啦、肝啦什么，它都会被动到，都会被动到哈。你好啊 ，OK。好，我想我们就示范一次，然后今天新的哈，新的是不是带开啊？不要继续示范吗？好，因为起来就要搬那个嘛，所以先不要动哈，先不要动，嗯 ，OK。对对对，这样可能我们那个方向比较好说，这样方向比较好说。我们看看，好，那个，好，吸气，好，放松，手放下来，然后往上慢慢提，慢慢提，到那边吸气刚好满的，然后闭气就停在那边，停一下，观想一下，你那个气一直上，透过你的手指尖。往上一直伸展，啊，脚尖那一直往上伸展，啊，好，然后放松，嘎呀，哇嘎，七打，就深口意，好，然后八打，那气沉丹田，然后锁住以后手才出去，就气沉丹田闭气，然后手才出去，那到位手伸出去的时候才呼气。好，然后右脸贴，然后屁股就转到左边去，上下左右揉一揉，啊，那很舒服的，那个颈椎也会很舒服，啊，好，然后换另外一边，啊，对，上下左右，这不是在做好看的，这个其实在修观，就让你的身体透过你的觉照力，透过你的念力，
然后去把它 不对的地方把它导正。如果能够做的有声音，那更棒，就代表你有去动到了。顺时钟逆时钟各转转七圈好了。好，然后就是按摩我们的手腕，还有那个上背的中间那个穴位，把它揉一揉，然后上手背也揉一揉，让它 都是靠我们的那个这样去揉它，这个地方就凸出来的地方，凸出来的地方，然后贴着这边就去转它，扭动它，反正在做的时候，如果有哪边酸，就代表有作用到了。这哪胳膊啦，上来这卡脚片哪弯掉，这个慢慢可以，慢慢可以把它扭开啊，松解掉，绝对不会有五十肩呐，因为五十肩做这个动作就可以解决。OK。好，正面来，然后左右就你务必要去感觉到，这个胸腔这个地方，心脏的两边的地方好像有去拉到，有去按摩到了，有去按摩。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额头，在做这个同时，额头这边也可以按摩，也可以按摩，然后胸腔按摩。好，接着我们就要吸接引佛光，吸佛光来加持。通过你的前面前半身整个扫描都在你的里面走，然后一直到脚尖，然后从脚后背，然后腿的内侧，到你的臀部，到你的腰，到你的背，到你的肩，然后从上面出去，出去的时候呼气，然后一样轻轻的碰触着阿弥陀佛的佛足，或者他的莲座，下巴顶出去，然后做大圈。这个其实也是一样，就是要扭动我们这个肩膀，让它整个能够，其实有一个这个动作，早上起来也可以做，就伸展开来，就是转转转转，其实你多转几下就感觉好像有电了，对不对？你把它转看看，转看看，就伸展开来，转转，用力转，会不会感觉那边好像有电？手掌的地方，对，很容易有那种感觉。这个其实也是密宗里面的一个操，前面也是一样，上面也是一样，就好像你在扭东西，在点灰婆啊，被给扭了，就这样转。OK， 好，这个通右鼻孔吸气，然后那好，到右鼻孔，然后到左脚，然后呼气，那左鼻孔吸气，然后到右脚，然后呼气。你一定要感觉到你的呼吸在身体里面走的那个途径。要觉察到，要感觉到才算数，不是只在那边扭来扭去扭好看的，就是你的意念要随时跟着你的呼吸，呼吸配合你的身体，然后产生觉受，产生那种清清楚楚的感觉，感觉得到。好，然后就放松，左右摆一摆，这时候其实是在放松你的膝盖，动你的膝盖，这样比较不会爬山啊，什么背老推杆啊，点点啊，你要打进螺丝这没有一种经验。那敲一敲，对对对对，敲一敲。好，起来，然后
尽量往后拉，往后拉，然后看，然后慢慢的往左后方看，然后绕到你的，看你的左脚跟、右脚跟，然后这个就慢慢看，看到你的左脚跟，如果看不到你的脚跟，就代表哎太硬了，没有松开，要慢慢慢慢，你其实可以多看几次，你就发现哎好像慢慢松开了，好，起来，往后坐，坐那个你看他的脚两个相背啊，你一拜是右脚在上，另外一拜就要左脚在上。因为我们脚底下也有很多穴道，涌泉穴啦什么那些，你要去把它按摩到啊。啊，吸气，吸气，你看他那个气，那个气感很足，就是呼吸的时候，全身都跟着呼吸在动啊。这样子的话，其实那个气。就保证可以都深呼吸，啊，久而久之，你的肺活量啊，气会比较长，比较强而有力啊，啊，起来啊，啊，这时候就拉你的颈部，就贴着那个下收你的下巴，贴着胸左右转。务必要把那个颈椎这个地方哦，如果那个安公伸骨起啦上，其实你这样扭它，它慢慢就会退化掉。那个退化不是退化，就是那个长多出来的东西慢慢让它退化掉。嗯，好，接着就训练你的眼睛啦，啊，放松全身放松，然后训练你的眼睛。我们大部分的老了以后眼睛会退化啊，我到现在看书可以看很久，眼睛都不累。视力也一直还保持得不错，比年轻的时候还好。这当然我们要修，但是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保证就是你随时跟佛菩萨交朋友，随时想说他在帮忙你，随时想说你要帮忙他，哎，他有什么事叫我来办啊，我有什么事要找你办。常常真的跟佛菩萨称兄道弟，久而久之你就身心就会很安定，而且很有把握，不会无名的恐惧啊。好啊，这个就是在内转啊，内转去，我们说我们的内脏其实是不能动的，但是你就是要强迫它动啊，强迫它动，你做大范围的动，大动作的动，有力的动，它也不得不动啊，那这样你就不会有那个什么什么便秘啦，还是那个射护线啊，其实做这个动作有很大的作用啊，慢慢那个退化的东西也会慢慢的回收回来，嗯，捧功不烂啦，那个做这个动作都有用，因为你做它的时候，一方面是提气吧，二方面是动它嘛，所以几乎它那个就有往上拉的能量，就在动它，比较不会慢慢的退化。OK。